来吧，开饮。莱亚斯特，你作为一把破旧的镰刀还是很自信的。高起高起，男枪呢？男枪怎么变赵信了呢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释放我的力量，这是命令。发财了。宝藏啊，这是几个亿啊，你 非得点一下我是不是？还行，刮到一点能量赚的，还吃了两个亿。抓下巴蓝开着吧，好了，还可以避开赵信。难道你就没有一丝天分去追求英雄历练吗？饶了我吧。老剑魔了，感觉这个诺手应该打不过他。先刷先刷。下路压线了。老手应该差不多上线了，但是冰多他这波应该不会打的。嚯，这怎么好意思呀？完了，还有闪在，怎么做到的？他为什么还有闪在治疗在呢？
这太离谱了，死两次有双招。赵信要抓下了，这也没看到吗？有眼吗？不然他肯定上。得不了。感觉这个下路来不了了，这样的。为什么我们还活着？告诉你了。这波得把先锋打了，再抓一波下路变蓝凯。这波诺手没忍住啊。下路去不了，五杠零的老鼠，直接把能量吃满好了。这诺手没 T 的，赵信在中可以吃一些塔，这种时候就不要强行想着一定要变蓝凯了，先刷满能量，等转换好了。这下路不会玩，这下路已经爆了。我这个下路已经是提款机了。不要让他打外圈 Q， 不然死了。一个外圈 QRA 我就没了。妈的，有惩早教嘛，早教我走了。这赵信嗅觉挺灵敏的。根本没处理，本货我就是玩货。
我所有。太离谱了，这些人。AD 老鼠。Unbelievable！ 隐藏大招可以，老艾克玩家了。他这波不学大招，让对面看不到自己的大招影子啊！这打野来再学大招，来一手出其不意。怎么都没人听懂我在说什么，以为我在胡言乱语啊。我的二段 Q 被打断了。哎呀，我透找了一段 Q， 被老鼠减速了一下，不然这波双杀了。一个挑飞加一个减速。他为什么七级走到人家野区里去送呢？我都好怕他死。他这个不是打不打得过的问题啊。这波可以打人骑了，快点快点，这个赵信要来了。下路起来不怕，他还是一个 AD 老鼠。直接进来，别让他挡了。
你在干嘛？我被动好了，但是没有完全好。这瞎子好能憋啊，他就是不一挑弹啊。重杀蛮多的，这波诺手应该要吃这个塔。哎，我想我一套能不能秒他，打两套应该没问题。两套没问题。是为什么我下路劣势的频率这么高呢？这一劣势龙就没法拿了。难道对面下路都是双排的，我们下路都是单排的吗？拖一下拖一下，我整机把它好。我再把龙抢减速一下，交给你们了。没事，我都说包 C 了，多来点劣势，我开蕊弹好。你们杀不过的人我来杀。你们抢不了龙我来抢，你们推不了塔我来推。把他野全给他刷了，这个赵信没经济啊。自己家的不着急刷，自己家的可以留给队友，没技能了，完了又开始送了。最怕这种，主要是这有些人他自己劣势，他跟人头比总人头比，他以为有优势啊。这只是我的优势而已啊，我不该打这么大优势的。这波我把队友害了，我应该少杀几个头，这样我们这个总人头比就会有劣势了，这样他们就不会送了这一波。我是罪人啊，
来个大重伤，盾加回血。尿一泡动就行了。他想啊几个，你想提几个，这个推很明显没推到，这人不会 EQ 啊，现在应该还可以 EQ 推吧，好不了的。老有人问我为什么开隐螳螂玩的比较多，你碰到这种队友你不玩这种英雄怎么一打几的，我又是单排打的开略不了，这有些人又带节奏，是我不行吗啊？你专门只玩一两个版本厉害一点路人局厉害一点的英雄，熟练度高一点随便杀的。哎，叶师傅老了，怎么老输呢？把白红清月再改战斧、啊、哎，我二怎么没出来啊？我都以为我进去了。他跟他少了一个，我是锁定不了是吧，我跟他对他造成伤害了，就算没造成伤害我记得也是可以锁定的，推一下死了，这老鼠被闪了，我按二了，但我可以改装备了，没事小送一下，不然对面要投了，那个大龙好了，这老鼠没闪见面，待会可以给他秒，可以去改战斧去了，怕我这波走了队友死了，应该不会，我出来蛮快的啊，打到后期还是战斧更厉害一点，前面穿甲是为了更好的滚优势啊，但你还可以早点六神装，这老鼠没闪的，随便给个技能他死了。
我觉得可以打大龙，说实话。天授旨意，无上权柄。震动手不敢过来了吧？他们来人可以先杀人来，呀。上斧满了，斩些瞎子。没事，他 Q 我战斧好了。给他压手起身，这波 W Q 加战斧全是 A O E。像这种 AOE 的话，你带一些特效装备，就比如重伤破甲这个魔切就很好打，多个打一个跟打五个一样的。这套装备的话爆发也很高，容错率会更强。老手赏快好了，这不砍他，你怎么敢自己出来的？你的猫呢？你的小猫猫去哪了？你怎么敢自己一个人走呢？这边满血不回家真的太过分了，这边还满血还敢在泉水里面，真是太过分了啊。对吧，下路奔跑你看不要搬劣势路，稍微有一路会玩配合起来就行了，这种奔掉的路一定不能搬，知道吧，搬一波你就跟他一起奔。我前面搬了，我看到下路不会玩我就不去了，远双远程我都不抓的，千万不能搬。不要因为他是远程你想变蓝凯你就想抓下路，不要搬。搬别的路抓近战一样，等能量吸满了等着转换一样，起码你还能起得来。搬优不搬劣这个道理一定要搞明白啊。看老鼠战绩，这为什么要让我看一下呢？这战绩也就这样吧，有啥好看的？